一边一匹，而且分出来之后，趁这段时间分出来，到了二月份这个蜜蜂繁殖高峰期呢，它就好了。你一匹，二月份是一匹，然后到了三月底，它也是四五匹的。如果你到了让它长，到了二月份，它到了繁殖高峰期，你再分的话，它就不划算了。你们看一下这你。啊，这个是第一代子还是第二代子？应该这个是第二代子吧，不是第一代子吧？这个应该是第一代子。再过两天，就把它分成两群。只要能交尾成功，